乾隆最疼爱的女儿不是紫薇，也不是小燕子，而是她，十公主。乾隆有多疼爱这个女儿呢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你是个皇子，朕一定传位于你。乾隆为何这么喜欢十公主呢？一方面是65岁大龄生子的宠爱，并且这个女儿的性格长相都很像乾隆。十公主13岁的时候，乾隆将她许配给了自己身边最信任的宠臣和珅的儿子封绅胤德。后来乾隆破格晋封十公主为固伦和孝公主，享受皇后嫡女待遇。同样是自己的女儿，十公主嫁妆的丰厚程度却是和家公主的10倍。而就是这么风光无限的婚姻，却成了她人生不幸的开端。在和珅倒台后作为儿媳妇的她，结局又如何呢？